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月宽快乐频道。今天继续玩这个 7 day to die 哦。上一集呢，我们顺利度过了那个血月哦。哦，实在是有点简单哦。我没想到会，不过我是觉得主要还是我现在拿的这一把手枪，对，让我很顺利度过了那个血月了。那其实拿到这把手枪之后啊，我们接下来的任务都会轻松很多了。至少目前三等的任务都不会太困难了。那目前的话，我们三等任务是多少个啊？哇，只有成功两个诶。那算上今天我们能做的话，其实应该也是没办法升到那个四等级啦，对，因为这边就只有最多就只能做四个，对，因为不能同时接两个玩家限定的。没关系啦，我们先把这些比较靠近的接一接，就看等一下要不要把它独挡，独挡是个刷新任务的啦，然后就可以把那个。今天升到四等级啊，对，早一点升上去四等级，因为现在三等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咯。那我们子弹还有蛮多的，130几发，可能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拿点东西，应该是可以快速清了，就用枪这样子快速清过去啊。反正子弹也算是蛮容易获得的了，我们现在这个等级，对。我要拿什么啊？我拿一下那个扳手啊，扳手 ，OK， 还有什么啊？铲子 ，OK， 试试看快速星，应该 OK 啦。我们因为其实二等跟三等任务都是差不多，而且现在我们有枪的话，对，应该就不用再省那个子弹了。之前会省是因为。我一直很怕血月会很难过，而结果太轻松了，意外的轻松哎，对，这样子其实真的不用太省了那个弹药。OK， 那这栋是我们之前收过的，然后这边又是上不去的嘛，不过我们现在有点那个跑酷，应该可以跳得上去。等一下哦，这边应该是可以的。OK， 好了，那这上面是没东西的。OK， 就是从这边进去，来吧，我们试试看，快速的清哦。这个是清理区域，所以我们要全部清掉。啊，上一次是直接跳下去了，所以上半部分是没有清到的。来，这边是没有啊，不过是可以挖到一些这个鹅卵石哦，大力挖一下，扣多少啊？哦，扣剩48。等那个拿到钢的铲子，我应该就可以直接一下把它挖掉。啊，我说用枪哈，用枪快速清，应该是可以一枪爆头吗？好像也不行，要两枪。哎呦，哇！两枪才可以爆头，不过如果打前行，应该就可以直接杀掉吧。只是说现在手枪打前行的话啦，我们就只能打第一只，后面那只就会马上醒了。对，像刚刚那种防叫两只的话，就一定会直接醒。那这边没东西，好。直接下去，这样子其实也蛮快到这里的呢。这楼上的僵尸没有到很多，就两只而已。OK， 两枪一只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然后没有太多有子弹的地方，这边有一只吗？哎有 ，OK。对呢，我们要拿那个抗生素，对，要赶快做一下任务，希望可以
任务给或者是我们收得到了。好了，这样子就好了，走了。然后这边，这个也算是简单的这栋。哎，这里有一个保险柜，这怎么都开开吧？其实如果我完全不捡东西的话，我这个应该可以超快清出去。不过我觉得还是多少要捡一捡。不是，哇，这种就超讨厌的。最后，来，最后 3.6 秒的时候，疯狂失败。等一下哦，我可能先做一下别的事情。来，这样子不行啊，浪费我的那个开锁器。OK。我现在点数是蛮多的，我会点那个开锁器。哦，11发子弹。有一个燃烧弹还不错。OK。然后这个有盐酸。哈哈哈哈。哦，居然是金眼的这一只诶。超硬的诶。哦。不是很想浪费我的手枪子弹。刚打超多发都没有死。啊，刚刚说什么？啊，这个尸体可以解一解。这些都是那个烧酸的。我们这一次十月烧酸都没有很多哦，这叫烧酸还是？对啊，烧酸都没有很多，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挖到多少。钢类工具零件拿一下好了。OK， 最后了。上一次我们都是死在这边嘛，被那个跑的时候。啊，那时候是晚上打，所以才会跑。我们现在应该都还好。哎呀，人体描边，那上面这边，原来，等一下哦，这边是能站的吗？好像不行。所以那时候等很久都没有下来，是因为他们卡这个位置哦。这个地方打不到。OK， 清完了。我还有僵尸声音，应该是外部的。然后，这里是没路。等一下，我看到这边有个箱子。哦，这个是那种隐藏的宝箱通常都会有东西哦。好吧，当我没讲。这个好了，拿一下了。哇，又是别呀啊！等一下。OK。啊，这种真是超讨厌的，最后才疯狂失败。OK，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，再解掉吧。来，给我抗生素，拜托。烧音模组，猎枪，这个是燃烧剑，不是维生素，要抗生素。先拿把枪啊，我这把好像已经有了耶。算了，没关系。取回，先做这个200米的。哦，这都是。OK， 这都是好跟药物无关的。这种就是外部的，完全不用收啦。然后怎么感觉这栋好像是二级任务啊？是不是有收过啊？之前我好像没有收过那么大件的二级，长差不多。这个，这个应该是有断钢哦。哦，没有，这是可以互动的，可互动的也可以拆啦，不会扣血。哦，这边是后门的了。好，外面的是应该清完了。
对，有外部僵尸要过来了。然后怀特的箱子，看样子在后面。对对对，哎，在这里吗？哇，在这里。OK， 先捡好这个。然后这边是厨房，东西拿一拿。诶，这个做抗生素啦，不过要点医疗技能啦，或是要找到蓝图。嗯 ，OK， 没了。之后这边应该是最后了吧？哎，前行。哦，前行两倍伤害，这等于两枪。对，不过现在因为声音太大声了，一定会全醒啊。这个开枪。OK， 除非要有那个烧音器，不然这把也前行玩不起来。也没有抗生素，可恶！然后这些劳动者箱子，这些应该还好哎，不会出太好的东西。对啊，省个时间，我们不收了这里的，我们只摸。哎，最终箱子不在这吗？嗯，哦，这边还能上去，爆头 ，OK， 醒了，嗯，其实上人有一把十字弓啦，嗯，我们是可以做几个任务之后把它买了，之后用十字弓前行就可以了。不过三等任务目前来看。不太需要前行，对，我们直冲去打都可以了。嗯，等四等，我感觉四等其实搞不好也不需要，因为四等跟五等的跨度非常大，五等任务通常都是做一做就是一整天了。我在这边可以下去 ，OK， 那四等跟三等，我记得好像。是差不多的啦，那个难度玩起来真的是五等跨度超大的，五等任务就一定前行了。等他们靠过来一点吧，一直 miss 掉啊。OK， 哦，这里是最终宝箱咯。嗯，现在要给我那么多这种啊，我想要手枪子弹啊。这样子就是最后一个任务了。哦，军靴哦，当然要这个啊。然后最后一个了，对，就看等一下要不要重登。我感觉我会忍不住，就算我今天不重登，游戏的下一天，因为。理论上我等一下再接一个晚间的任务，那下一天就是差一个就剩四等了，我搞不好也是忍不住冲灯直接解四等的。对，我先解完这个吧。对，先解完这个，身上东西有点多了，啊，没关系了。来，那这一栋，诶，这里会有医疗用品哦，这是不是该收一收了？我们要那个抗生素，嗯，等一下，OK， 哦，又有子弹了，子弹快用完了，要省着。对，没有补到多少子弹呢，又有一个这个，解掉，啊，丢掉了，没位置了。然后刚看到我的头盔已经爆掉，这种超容易爆的。
维修，这个鞋子会换哦，对对对，换再算吧。它噪音会有10%啦，不过因为后面我们会点那个什么啊，技能，就是轻甲的技能，对，这边会减少那个，会减声音吗？我怎么记得好像以前会减声音哦，看来是我记错了，好吧。不过轻甲这个军靴会吃得到啊，就穿这个就好了。军靴是轻甲吧？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轻甲对，轻甲。军用套装应该就是那个毕业套装了。有没有抗生素啊？拜托，我们这是取回诶，其实。不知道僵尸哪边有啊？不过没关系，应该都不多哦。里面的那些应该可能找得到抗生素。这个等一下进去。外面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些抗生素，抗生素。太多那个甲板了，是想我，多想我摔断腿啊！OK，冷冻怪就是食物的啦，没用啊，吃掉了。你不是说没用？这边好像 OK，哇，又是维他命，可恶！好了，这样子我们就是，哦，它这个位置。是丢垃圾的地方吧？那 啊，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在这？抗生素，抗生素。我们现在只能吃那个蓝色的那一颗。对，回25%的。哇 ！OK。哦，这底下还有。这是食物，吃掉。哎呦，等一下啊、哦！OK，OK，okay. Okay. 哦，隐藏的呢，这个是，是吗？工地，好，没事。我以为是隐藏箱子。结果只是工地哦。对了，不过这边也不是那种秘密通道之类的，对。然后，这边有一只。化石。哦，这个好像第一次看到哦。以前就是要找这种才拿到那个蒜叶，不过现在蒜叶超多的，我现在已经好几只在家里面了吧？OK，太多的东西丢掉一些。6点钟，应该是来不及多清一个了，对。就希望这边会刷那个抗生素给我。我们回去应该就只能再接一个夜间任务。OK，多接个夜间任务，我们可以复仇啊！我们上一次就是死在夜间任务，那时候不知道不能潜行。今天就是复仇战，就直接拿枪冲进去，清进去了。我们7.62也拿蛮多的咯。对，刚刚好像也没有很多，39发而已。但是手枪快被我用完了。OK。主要是我一直没有打中那个头啦，一直在瞄边，都在浪费子弹。
哎、欸，这间是意外的大间呢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有，哦，这边还可以上去，然后这边应该是被外面敲开的，这边还可以上去啊？不对啦，不是这边大间的，是我前面早看算数浪费很多时间了。对，哇，有浪费一发子弹。希望等一下箱子给我一点手枪子弹吧。嗯，那边那只不管它了。哇，这是真的要玩十字弓吗？可是夜间任务又不吃十字弓，没有不吃前行。哇，就是不给抗生素，可恶！没关系，25%之前找到都是一颗，超过25%也就2颗。几趴会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没试过因为感染而死掉啦。通常都是到一定程度就被僵尸送回家。哎 欸，好咯，好咯，哦，天哪，今天怎么回事？一直坏掉欸，那个开锁器。我又没有点那方面的技能，没有点那边的主要技能呢。点的话又有点浪费。嗯，不过开锁器差不多要快要自己做了啦，所以我们点个一层吧。对，这样子我会解锁自己做。不过也忘记有没有找到过蓝图了。哦，快到了。嗯，哇，那时候是7.62啊，可恶，3层哦，nice，双翼哦。这双翼给好多哦，真的，嗯，双翼跟轮胎都好多哦。因为以前我记得为了做车子，因为轮胎要用双翼去做嘛，然后就是缺双翼，然后也没有轮胎。可是这一次回来玩，轮胎一堆，现在家里面那个轮胎量啊，已经多到。应该自己造车子是没问题的啦，就一两台。嗯，而且商人是有卖那个机车，对，慢的那一台机车是有卖的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直接用买的，也不用自己做就是了。OK，我已经重新加载了，它的列表应该会刷掉啊。对，那就看。我们只要多做一个，就是日间的那种，然后9点半前回来，哇，100发，不用考虑了。9点半前回来有没有单纯取回的？哇，都是烧妹，110米。我看，哦，忘记看他还有什么任务。该不会他没有夜间的吧？啊，不过我想想哦，就算我们现在做完。也来不及交哦，嗯，对，等一下多接一个也是来不及交。哦，是这，哇，这件要清很久哎。好吧，看起来今天还是没办法做完了。对啊，这件是蛮大件的，而且我们上一件是倒着走，现在顺着走看看。应该是来不及了，无论如何都是明天才能交任务啊。当然，我明天是可以选择独挡的方式，直接刷第十层的。我这些都是下一集的事情了。OK，哦，算了，我们都来不及了，就。诶，就慢慢清吧。啊，对，有一只在哪里啊？在这里啊。等一下都要晚上。OK。哇，早知道我刚去买一把十字弓，可以来玩
前行。对，嗯，现在这些任务钱还蛮多的了，对，随便夸都可以啊。反正做一个也没有很久啊，主要是捡东西花很多时间呢。如果我们今天刚刚前面几个不捡那么细的话，就直接快一点冲出来清完，应该是可以直接一天五个任务的。对，不过没关系啦，就差一个而已啦。哦，这边，OK， 我不捡了，算了。其实还蛮快的啦，啊，不过这边开始就麻烦了。对，麻烦吗？好像也还好哎。哦，它这个会有延迟的，小刀弹走的那个，然后过了一阵子才弹走。然后，听到那边有僵尸声，不过好像是外部的。OK， 之后是怎么走啊？这里。OK， 然后没了。他要延迟了。OK， 这边。好，不收了，不收了。这边，这样我们是来得及赶回去多接一个，就是来不及交任务了。OK， 我这边有一只。就上面，欸，等一下哦，这边好像也有的。对，差点漏掉。OK。就是上，哦，书架要摸，没事。哎呦，这么阴险啊 ！OK， 抗生素。哇，太迟了，这个蜂蜜，你来的太晚了。这上面这边好像也没有药物相关的。哦，有这个呢，买了，可以捡那个10%的交易啊。OK， 哦，我听到有大只的，而且这个是军人，蛮硬。哦，那只居然爆头死掉哎，伤害这么高，然后。蓝色那个胖子警长居然没有，这一次我们之前第一次过来跟第二次做任务都有那个警长，所以这次没有刷到。 OK， 快点，哇，来得及回去吗？我们先回去交个任务。对， OK， 这里，等一下再来找你，先交个任务，然后接一个。连发的步枪，60发的子弹，我想要步枪好了。之后，有夜间 ，OK， 我们可以玩了。来，然后这个，哦，又是铁管类的武器，好多铁管哦。之后手枪子弹也补了一些哦，就140几，好像就跟我一开始
的那个量一样了。这样子就算是打了多少，还了多少给我欸，今天。就我身上物资不多，我们可以直接过去捡那个夜间的。这一栋，这是不是我们在死的那一栋？是吧？是吧？对，有印象，这边有一只。复仇战了，这样真的是。哇，不过晚上开枪的话是有点麻烦，外部的僵尸也会引过来。不过还好，最快的那个僵尸都。你们要醒了吗？怎么这次好像没有那么早醒啊？醒了，对，果然还是必醒点的，一醒还是全醒了。前行是没有屁用的，这个乱物，前行反而会降那个移动速度，更危险了一点。OK， 这边好像没了，反正必醒点应该蛮明显的。你看，是有观众说，可能是这个房间是那个什么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这栋建筑就是不行啊？其实不是啦，就是单纯任务啦。我相信，如果你的任务不是修复发电机接到这一间的话，他们还是乖乖的蹲着等你来发现。抗生素，哇，两瓶蜂蜜，我是不是要赌他第三瓶啊？不过我觉得有点浪费耶。对，两瓶蜂蜜可以抵两次了耶。哇，这边感觉会有东西，保险箱吗？对，保险箱。可恶啊，两瓶都是蜂蜜，如果给一个草药的抗生素也好啊， 10% 加 5% 都抵掉了。现在不像不下的。然后等一下我超过 15% 的时候，他再给一瓶新的蜂蜜，那就是尴尬了。对，到底要吃还是不吃好啊？就是这个猎刀，可恶，一等级的。这边会有吧。然后，在哪里？这边。OK。然后，厨房。哦，又是锅子啊，解掉吧。然后下面这边会有很多，卡在这里，那这边有一只，这边呢？这里没有吗？有。我听到好像这里也有一只耶，不对，OK， 这个还没死，好，这里是出去的 ，OK。应该到最后了吧？我们三下都是死在这边上去。有狗哦！它要咬坏了，我帮你一把。不好意思，想干嘛？这个是金眼的狗吗？它眼睛是金色，是
但是它本来是金色的，不过它感觉好像是真的比较硬哎、欸，好像有点不妙。哎、欸，对耶，825哎，哦，这样子肉会不会多一点？哦，35块，嗯，好像是一样哎。发电机，发电机是修这个吧？是吗？是啊。那第一次一定会失败。哼。OK，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。也好像是哦，失败的时候僵尸就会来了。我会送一个炸弹伺候他们。啊！还没有。会不会炸到我自己？其实还有点近。炸死了一只。哦，经验好像是全拿的哦。手枪果然轻松。嗯，那一个消防斧。欸，先修好吧。OK， 剩下就是上面的物资了，在这里。OK， 也是没拿到些什么有用的啦。对，那我们三等的任务是完成的啦，就是明天交完任务多个档。就会直接解四等的了，对，还好没有摔断腿。那这边可以离开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今天这集啊，就先到这边结束吧。嗯，喜欢影片请帮忙按个赞，有想看出更多最合适的就订阅我是小叶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